第五天结束了，你们还有五天可以用功。十天课程的一半时间很快过去了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剩下来的才是最重要的。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定会善用他的时间，因此未来的五天对你们非常的重要。有些学生刚开始时内心有一点困惑，因为他们原本认为。 修行应该要持名、观想、想象、冥想等等才对啊。但是这里什么也没有，只是要求我们观察呼吸，不断的观察呼吸。现在又要我们观察感受，这算哪门子的修行呢？实在令人困惑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你慢慢的能接受了。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听了每天晚上的开始。 部分由于你向助理老师问了一些问题，也得到了答案，但是绝大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你自己修行体验到这个修法的使用，并不是所有的疑惑都解决了。至少你们已经试了五天这个方法，虽然每一件事都蛮新鲜的，你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修法，但是至少你决定。 让我试试这个修法，我用功试试看吧。我们发现，到了五天以后，大部分的学生开始非常认真地用功了。你要非常精进用功，依照指示用功，要正确了解你现在修行的方法，要了解为什么这么做。这不是一种典礼仪轨或宗教上的仪式。 而是要你从头顶到脚趾，从头顶到脚趾按照顺序观察感受。今天晚上你会学到两种顺序：从头顶到脚趾，再由脚趾到头顶，以这两种顺序来观察感受。这并不是一种仪式或是仪轨典礼，也不是佛陀拿着记录坐在云端上，看看每一位学生。 这个人上下来回观察多少次了？张三多少次？李四多少次？王五多少次？上下最多次的人就为他打开天堂最大的一扇门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没有人能为你打开哪一扇门，你必须自己去打开，你必须自己去敲门，这个门才会为你而开。 你必须敲开自己内在的天国之门，自己内在的涅槃实相。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用功，从头一到脚，又从脚一到头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觉知的能力，不只是觉知心表层的实相，而是要深入到内心更深的层面。因为心的表层只是在每一个根门上打转而已。 当你们开始观察身体上的感受时，就开始深入更深层面的心了。潜意识的心事实上从来不是处在无意识的状态，他一直清楚意识到身体上的种种感受，而且不断地对这些感受升起习性反应。如果察觉到愉悦的感受，就升起贪爱执着的反应。 如果察觉到不愉悦的感受，就升起嗔恨、厌恶的反应，这已经变成最深层的心的一种习性模式。心一直是这种盲目习性模式的囚犯。我们在心表层上所认知的任何道理，到达不了心的最深层面。在知识上，我们知道我不应该产生负面情绪。 没产生负面情绪，我就失去内在的安详与和谐。负面情绪是不好的，但是知识的认知并无法帮助最深层的心。表层的心和最深层的心之间有很大的阻碍存在。现在，这内观能帮助你打破这道阻碍。 原本只是最深层的心才能感觉到这些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，现在整个心都能够感觉得到。整个心现在开始清醒过来，开始对身体感受的实相保持清醒。表层的心与最深层的心之间这道阻碍已经逐渐地破除了。二十五个世纪之前，印度盛行着很多种的禅修方法。 而悉达多太子成佛之前，也试过了所有各种不同的禅修方法。很多禅修方法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，这些禅修方法也能够为人们带来利益。但是在试过所有的方法之后，他发现烦恼的根仍然存在。这些烦恼的根还依然深植在心的最底层，从来没有被触及到。 更别说要将他们连根拔除了。他称这些烦恼为“睡眠烦恼”，其中 l 这个字是痛苦、烦恼的意思、嗯、是沉睡着的痛苦、烦恼的意思。他们就像沉睡着的火山一样，这些痛苦、烦恼的根都还在。 他们会不断的成长茁壮，他们就像是随时都有可能会爆发的火山一样，爆发之后就会将一个人击败制服，我们便无法解脱。佛陀了解，除非他能够将这些烦恼的根完全尽除，否则他是无法解脱的。他发现要在身体的感受上下功夫，开始时练习观察呼吸。 因为借着观察呼吸，能够引导你进步到觉知身上的感受。身上的感受非常重要，你继续练习，就能越来越清楚身上的感受的重要性。你正在练习你最深层的心，不要升起习性反应。较深层的心，它的行为和你耳朵所听到的、眼睛所看到的、鼻子所闻到的。 舌头所尝到的、身体所接触的、心里所想到的事物都没有任何的关系。这个最深层的心一直都和你的身体上的感受有所接触。所有外在的事物和你的根门接触了，产生了某种的感受。这是因为有部分的心给予或好或坏的价值评断，在身体上就产生了某种的感受，而。 这个最深层的心，只是去感觉、去经验这个身体上的感受，并且时时刻刻、日夜不断地对身体上的感受升起习性反应。我们要如何改变心的最深层面的这种习性模式呢？这整个修持的目的，就是要去改变这个心最深层面的习性模式。不可否认的。 痛苦当然存在着，如何脱离痛苦呢？如何才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呢？生命充满了痛苦，世间充满了痛苦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所产生的各种痛苦。第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要接受痛苦的事实。痛苦是普遍存在的，我们不能只在知识上接受这个事实。 必须学习观察痛苦的实相。当你学会了如何观察痛苦后，这种普遍的实相就变成一个圣地——第一圣地。称为第一圣地的意思是，任何人只要能开始客观的观察痛苦，就只是痛苦，而不生起习性反应，那么这个人迟早会成为一个解脱自在的人。这是第一步。 接受痛苦的实相，并且观察，只是观察，而不对它起反应，只是观察，客观的观察。这就是你已经在做的。以禅坐一小时不改变姿势为例，半个小时多少还能够忍耐，然后真正的痛苦就开始了。哦，这么痛，真是痛啊！你勉强再忍耐了十五分钟。 然后，真正的折磨开始了，真是难熬的折磨啊！有人告诉我，格林卡老师，这条正道实在太棒了，内观这么好，我非常喜欢。而且你每天晚上的开示真是棒极了，我非常欣赏你的开示。但是，请你把一小时不改变姿势的禅坐拿掉，这种禅坐实在是疯狂。只要把这一部分去掉，其余的就太完美了。 我也很想把它去掉，但是行不通。你要面对的，还是必须去面对。四十五分钟之后，变成一种真正的折磨，每一分钟都像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一分钟，一小时，一分钟，一小时。你心想，现在可能早就超过一小时了，可惜我不能张开眼睛看看手表，一定早就超过一小时了。 朱迪老师一定忘了时间了，然后你突然听到唱诵的声音。How、oh, wonderful! So melodious! This chanting is so enchanting for you. So wonderful! 哦，oh, 太棒了，真好听，唱诵真是好听极了，太棒了。 还有五分钟，唱诵才会结束。你还不能放开你的双手、双腿，还不能张开眼睛。但是现在只要再熬五分钟，没关系。你心情愉快，我就要摆脱束缚了。我很快就能摆脱束缚了。哦，多么痛苦的束缚，多么快乐的解脱啊！你经验到两种境界。 这整条道路就是要解脱痛苦，解脱痛苦的束缚。在一生当中，有很多时候你会面临痛苦的处境，如何去面对这些痛苦呢？可能是身体的痛苦，也可能是心理的痛苦。如何面对这些痛苦呢？你现在就在学。不止如此，你训练自己保持平等心，当身上没有疼痛的感受。 所有的感受都非常愉悦时，你清楚知道我能够保持平等心，我不会对身上的感受升起习性反应。当真正的疼痛产生时，你也保持平等心，也许只能够保持几个刹那的平等心，其余的时间你都在起反应，不断的升起习性反应。但是这几个刹那这么强而有力。 这种平等心是如此强而有力，即使在一个小时当中，你只能保持几个岔挪的平等心，这短短的几个岔挪会转变成几秒钟，几秒钟的时间会再变成几分钟。有学生会跑来告诉我：“现在我已经开始能够享受我的疼痛了。”是的，你已经能够开始享受你的疼痛了，因为。 你已经停止对疼痛的感受起反应。过去，这些疼痛不但是肉体的疼痛，你还给它加上心理的痛苦。如果去除了心理的痛苦，你只是观察着肉体的疼痛，痛苦的感觉会减半，然后会变成四分之一，4, 然后痛苦越来越少，你就开始逐渐脱离痛苦。 你必须学习观察疼痛。以前你新的习性模式是，只要有疼痛的感受，你就会不安。现在不再会有任何的疼痛的感受能够击败你。当你观察时，就只是观察。比如说，你观察一个非常疼痛的部位，就像医生检查病患一样的检查。医生不会觉得疼痛，他只是客观的检查。这里比较痛。 那里比较不痛，你也像这样检查，不要对疼痛产生认同，疼痛就是疼痛，疼痛又怎么样呢？现在你观察疼痛的感受，让我来看看疼痛的中心点在哪里，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。你发现某些部位比其他部位更痛，某些部位疼痛的感受比较轻，就这样。 你不断的分析剖析这些部位，到了下一回，当你再次观察时，你会发现这些部位除了疼痛之外，也许是压迫感。然后你就开始分析剖析这个部位，这是压迫感的中心点，这里的压迫感比较重，这里的压迫感比较轻，等等。就这样，你不断的分解这些部位，你也许会达到某个阶段。 发现某个部位的感受不但疼痛，还有热的感受，也许还有脉动的感受。到了某个阶段，你会发现，即使有非常疼痛的感受，全身上下还是会有一股潜在的波动存在。一旦你到达了这个阶段，疼痛就不再是疼痛，它不可能击败你了。不要期望明天早上你就能达到这个境界。 这需要时间，但是要学习如何去观察。由于旧有的习性模式，大部分的时间你都会升起习性反应，但是有几个刹挪你不起反应。在你不起反应的这几个刹挪中，痛苦就变成了圣地，第一圣地。你在客观的观察痛苦。当你学会了观察痛苦。 就能够在经验上越来越深入，就能深入体验到第二圣地，也就是造成痛苦的深层原因。在表面的层次上，每个人都会说：“我会痛苦的原因是因为外在的因素，某某人说了一些我不喜欢听的话，因此我觉得难过。”某某人做了一件我不喜欢的事情，因此我觉得难过，或者是。 某件我祈求的事没有实现，因此我感到难过。这些都是外在的因素，他们虽然是事实，却只是表面、非常表面的事实。如果不了解内在的真正原因，我们就会不断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尽自己所有的力量来改变外在的事情，不可能改善的。我们不可能改变别人。你也许。 会不断的尝试，但是即使别人改变了，你能够保证别人一旦生气，不会再做出对你不利的事情吗？这种事不断的发生着。一生当中不如意的事情十长八九，有时候你想要的事情能够如愿发生，但是大多时间都发生不如意的事情。你必须面对这些事情，必须进入心。 更深的层面，去发掘造成痛苦的真正原因。内观会帮助你深入心更深的层面，并且发掘真正的原因。痛苦不是来自外面的，只有感官的事物存在外面，痛苦却是来自内在。痛苦在内心产生的时候，一定有某些内在的原因造成痛苦。当你越来越深入内心时， 你就会了解，不是因为听了开示，不是读了某些经典、某些书的缘故，也不是因为知识层次上了解实相的缘故，都不是，是你借着实际的经验而开始了解到造成痛苦的深层原因，而且你已经开始观察这个根植深处的原因了。因此，第二圣地是造成痛苦的原因。 造成痛苦的真正原因。举个例子，有一个人病了，医生为他看病。医生第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要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。如果医生不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，就无法将病患治好。第二件重要的是要知道造成这种疾病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。这不只是症候。如果医生只处理表面的症候， 这位医生就无法真正治好病人。我们必须进入更深的层面。如果我们找到造成疾病的真正原因，那么这项工作就容易多了。你就能找到一个去除病因的方法。一旦病因去除，疾病也就好了。因此，借着内观，你开始观察造成痛苦的原因，并且借着这个修法。 学会如何去除痛苦的真正原因。当真正的原因被去除，第三圣地就现起了。这时就不再有痛苦。然后你如何进入到了深层去除造成痛苦的原因？这一整个过程就是第四圣地本身。所有这四圣地，不仅要用理智去了解，当然我们必须先在知识上去了解。 但是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去实际体验，这样内观才能真正的帮助你，而且这也是你已经开始做的，你越来越深入内在的实相。现在你只是刚开始做而已，只要有疼痛就会有痛苦。哦，因为我做了这么久，所以才会这么痛。逐渐的，你就会明白。 你会这么痛苦，是因为你在肉体的痛苦上面又加上了心理的痛苦。如果你学会只是去观察痛苦，那么痛苦就会减低。当你不断的观察，继续不断的观察之后，你就开始逐渐的脱离痛苦了。这是怎么搞的呢？为什么周身会有这么多的痛苦呢？这是由于我们的贪爱执着。 你希望事情都能如你所愿，但是不可能如此。你想要排除某些不喜欢的事情，这也不能如你所愿。痛苦一定存在，这一点变得很清楚了。你看，生命的开始就是痛苦，生命一开始就进入痛苦的领域。从出生开始，我们就进入痛苦的领域。我们有贪欲。 贪欲会很快的转变成执着，然后我们就会焦躁不安。小孩子哭着说：“我要牛奶，我要喝水。”他会哭，是因为哭是孩子唯一懂得的语言。我们不断的成长，长大之后，你不想要的种种事情不断的发生，而你所需求的种种事情往往不会发生，这就是一种苦。 以佛陀当时的语言来说，称为生苦。当一个人逐渐的长大之后，他就会得这种病或是那种病。得了病就会觉得很痛苦。我为什么这么倒霉，得了这种病，这么糟糕的病？我可以忍受其他的病，就是无法忍受这种病。你会这么说，因为你不是得其他的病。 试问：哪一种病会舒服呢？每一种疾病都是痛苦的，痛苦，痛苦，只有痛苦而已。因此，佛陀说：“病苦。”，提提一个人一生当中，往往会不断的得各种疾病，人会不断的成长，成长，衰老，衰老，逐渐的年老，年老了就是一种极大的苦。 称作劳苦一个一百岁的老人或是老妇人，由于年纪大了，身体毛病很多，不是这种毛病就是那种毛病，身体十分的衰弱。他们会祈求上帝说：“哦，全能的神呐、啊，请赐我死亡，让我能脱离这些病苦。” 你并不稀罕死亡，请你赐给我死亡吧。他们不断地祈求、祈祷着。第二天，医生进来告诉他们：“老太太，现在你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明天就是你的大限的日子；或者老先生，明天就是你告别世间的日子了。”然后，这位老先生或是老太太就会哭丧着脸说：“哦，不不，医生，我想我祈求错了。” 我不想死，我还不想死，我必须再见到我的儿子、孙子、曾孙、曾曾孙、曾曾曾孙。我这个还没做，那个还没做，请你行行好，救救我吧！我还不想死，死是一种极大的痛苦，称作死苦。还有什么呢？佛陀并不是玩着知识上的游戏。 坐在菩提树下的时候，他就惊艳到了内在的实相。他在追寻，为什么造成痛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？不断的深入、深入、深入到内心，这个真理就变得很清楚了。哦，只要我们有任何的贪爱，如果这个贪爱不能满足，我们就会变得痛苦。比如说，你坐着禅修时，你有一种贪念。 希望疼痛的感受能够尽快的消失，但是疼痛并不会因此而消失，结果你就变得很痛苦，或者说你希望能有一种非常舒服的乐受，一种禅悦的乐受，但是感受并不会因为你的贪求就产生，结果你也会因此而痛苦。无论你有什么贪求，只要你无法满足你的贪求。 你就会痛苦，不管你和你不希望遇到的人、事物碰在一起，跟他们有所接触，或者是你希望和他们在一起的人、事物却无法在一起，你必须和他们分开。爱别离是一种极大的痛苦，极大的痛苦。佛陀从内心深处了解到这些道理，并且不断的深入深入。 他体会到身心就是苦，这称作五取运苦。到了这个阶段，苦的道理就变得非常的清楚了。五蕴的其中一个蕴是物质的蕴聚，这整个身体是由次原子粒子 k a l a p a 所构成的。 而其他的四个运是心理的运具，也就是心的四个部分：认知、辨别、感觉及习性反应。这五个运具集合在一起，就变成一个人，也就是所谓的我，并且对这个我产生了极大的执着。巴利文 u 巴 a 就是执着、执取的意思。 所有这五蕴就是我们执着执取的结果，而且我们还不断的对这五蕴产生执着，像这样，我们不断的在痛苦烦恼中打转。因此 a d a n attachment clinging，执着执取是造成我们痛苦的原因，这个道理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。有四个根本的执着，第一种执着是对我。 这个想象的我所产生的一种执着，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什么是所谓的我。虽然我们不断的叫他做我我，这对次原子微力是我吗？而新的这四个运具，新认知的部分，它认知之后就灭去，认知之后就灭去。这认知的部分是我吗？新辨别的部分，它辨别之后就灭去。 辨别之后就灭去，这个辨别的部分是我吗？心感觉的部分，它感觉之后就灭去，感觉之后就灭去，这个感觉的部分是我吗？起习性反应的部分，它升起反应之后就灭去，反应之后就灭去，这个起反应的部分是我吗？或者是心的这四个部分加在一起是我吗？身与心。 这五蕴加在一起是我吗？但是这个我却是如此的重要。我们总是把我摆在最前面。如果有人说了一句不利于我的话，我们就会觉得愤怒，就会变得焦躁不安。我们并不真正清楚什么是我，却对这个想象出来的我、创造出来的我产生了极大的执着。 只要有人做了一件不利于我的事，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愤怒、非常的不安、非常的不快乐。我、我、我，我们对于这个我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执着。这种执着所带给我们的只有痛苦，没有别的，只有痛苦而已。于是，这个我的圈子范围就开始不断的扩展开来了。你称之为我的，我的。 的一切事物就进入了这个范围当中，然后你又对属于我的、我的的这些事物产生极大的执着。你对属于我的、我的的一切事物产生了极大的执着。你会说：“哦，我的表好棒的手表，这么名贵的手表，这是学生从国外买来送我的。这么好的表，这么名贵的表。” 有一天，一不小心将表掉在地上摔坏了，我开始伤心，说：“哦，这么名贵的手表摔坏了，在国内还找不到零件，我要怎么修理呢？”伤心难过，真是难过啊！一只同样款式、同样价值的手表戴在我朋友的手上，不小心掉下来摔坏了，我并不会伤心难过，我完全不会伤心难过，相反的。 我还会告诫他说：“喂，朋友啊，你应该很小心呢、啊。这种款式的手表在国内找不到的啊，你找不到零件来修理的。我不会伤心，我不会难过。为什么呢？同样的手表，同样的款式，同样的价值，但是我不会伤心难过。每个人只会因为摔破了我的手表而感到伤心难过。我的手表坏了。” 我的手表摔坏了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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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产生的是任何东西，只要是所谓我的我的的任何东西，无论它是几百块钱或者是几百万，都没有什么差别。你对它产生多大的痛苦，执着越深，痛苦就越大；执着越强烈，痛苦也就越强烈。这是自然的法则。你修行越深入时， 你对这一点就会越来越清楚，直取执着必定会带来痛苦烦恼，而且只会带给你痛苦烦恼而已。我举个例子，我记得我刚从缅甸回到印度，大约两三年的时间，当时还没有内观中心，因此想要将内观传给别人，帮助别人脱离痛苦烦恼的热心人。 他们安排各式各样的场地来举办课程，有时借回教的清真寺，有时借印度教的寺庙，有时借用教堂，有时借用学校来举办实日的内观课程。有一次，课程安排在偏远村落的齐那教的寺庙举办，那是齐那教的道场，因为地处偏远，所以只有一两个是当地村落的学生。 大多数的学生都来自附近的城市，其中一位上了年纪、非常贫困的老妇人，有人给了他搭火车的经费，于是他来参加这个课程。在课程开始的两天、三天、四天，一直到第五天，他都非常的高兴。他在这个修行法上不断的有进步。他在第五天或是第六天时，偶然间知道每天清晨。 大殿会有格应考老师的唱诵，而且唱诵结束还有回向。他就问道：“我可以去吗？我可以参加吗？”事务长说：“是的，你可以去参加，但是你还要在那儿静坐才行。”“是的，是的，我会的。”于是他到了大殿，在那里静坐。在唱诵结束的时候，他非常的高兴，非常高兴。他面带微笑回到了寝室。 但是随后却放声的大哭，哭啊哭啊！大家都跑过去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被毒蝎子扎到了，或者是被蛇咬到了吗？这位老太太到底怎么了？他不回答，他只是继续的哭啊哭啊。过了一好一阵子，他才啜泣的说：“我带了一个布做的小钱包来参加这个课程，钱包里头有二十块卢比。” 二十块卢比还不到一块美金，这二十块卢比是我一生的积蓄，都放在钱包里。还有六十年前我结婚时，家人送我一只银戒指当嫁妆，银戒指也在钱包里。而且出门之前，有人给我一片甜饼，甜饼也在钱包里。每次上课，我就把钱包放在腿上，睡觉时放在枕头下面。 今天早上去大殿时，钱包放在寝室，有人把钱包拿走了。我被抢劫了，我遭小偷了，我一生的积蓄全部被偷了。他不停地哭。大家决议：二十卢比的现金加上不到二十卢比的银戒指，算一算也只有四五十卢比而已。你不要哭了，老太太。我们会给你五十卢比。你绣得这么好。 就继续好好修吧。老太太还是不停的哭。大家想，我们最好赶快收起一些钱交给她，这样她就不会再哭了。大家就开始乐捐，而且不止募集到五十卢比，一共募集了一百卢比。大家心里认为，现在老太太应该不会再哭了吧？没想到，大家把钱交给她时，老太太把钱扔到一边：“我要这笔钱做什么？” 银戒指是我的嫁妆，戒指到哪儿去了呢？现在戒指不见了，大家就开始帮忙找，但是都找不到。到了下午，有人看到树上有一只猴子拿着钱包，正在把钱包中的甜饼拿出来吃，大家就追那只猴子，拿回钱包、银戒指还给老太太。这时，她才停止哭泣。 不管是二十卢比，或是两百万卢比，都是一样。有多少的执着，就会产生多少的痛苦。只要你对我、我的产生执着，你就会充满痛苦。我记得另一个例子，这也是在北印度一个偏远的村落，有一位学问非常好的印度教出家人也来参加课程。大约在五六天之后，他来找我说。 格音卡先生，在中午十二点到一点，你和学生有单独面谈的时间，而每人有十分钟。在当时学生较少，我通常给学生每人十分钟的面谈时间。十分钟给再加重，他们会有什么问题呢？对他们，连十分钟也太多了。我是一个印度教的出家人，我有很多的问题，请给我半个小时吧。我告诉他，师傅。 我知道你会谈一些哲学思想或这一类的问题，我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。我不会给你这么多时间的。哦，格印卡先生，这五天来我已经知道谈论哲学理论没有用。我只谈论关于修行技巧的问题。关于修行技巧的问题，你哪里需要半个小时来谈论修行技巧的问题呢？哦，请你给我半个钟头的时间吧。 好吧，我想办法腾出半个小时的时间。然后他来了，前面五分钟的时间他是谈论修行技巧的问题，之后他突然改变了谈话的内容。格因卡先生，在那个大城市，你的寺庙，我的寺庙，寺庙是出家人住的，我是在家居士，哪里会有寺庙呢？格因卡先生，你要听清楚，是你的寺庙啊。 师父，我没有寺庙啊，我是在家居士。我指导内观，我太太总是坐在我旁边，这是明确的证据，证明我是在家居士。我怎么可能会有寺庙呢？他还是不停的说：“格印卡先生，你的寺庙，你的寺庙。”他接着说：“格印卡先生，在你的寺庙当中有你的大象，我的大象。” 他在说什么？啊？然后突然间，我明白了，这就是印度，一个奇妙的国家，幅员广大，有各式各样的传统。有些人相信某种奇怪的传统。一生当中，他们绝不用“我”“我的”这种肮脏的字眼。每次必须说“我的”时候，他们就会说“你”；必须说“我的”，他们会说“你的”。哦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师傅，是的。 我的寺庙，我的大象，请继续说吧。有什么问题？这是一位放弃所有财产、过着出家生活的修行人。原来他在市中心盖了一座寺庙，但是事先没有获得建筑执照。现在政府要拆除掉这座寺庙，市里的大象也不能留下。有关当局要求把大象送走。他听说这位市长。 曾经去过缅甸，并且在我家做过客，因此要求我说：“格印卡先生，只要你说几句话，你的寺庙就保住了，你的大象就可以留下来了。”虽然他没有用过我“我没有用过我的”这些字，但是他还是有极大的执着。有执着就一定会带来痛苦烦恼的，而且只会带来痛苦和烦恼，没有别的。 越深的执着，就会有越多的痛苦烦恼。如果我们所执着的这个我是永恒不变的，那么即使我们产生执着，也不会有什么痛苦。如果我们所执着的这个我的我所拥有的事物也是永恒不变的，那么也不会有任何痛苦产生。但是问题就在这个“我”“我的”都不是永恒不变的。 任何我称之为我的、我的、我的的东西，只要他们一消失，我就会变得无助。另一种情况是，我拥有的东西仍然存在，但是这个我却终究要死，一定会和这些事物分离，我也会变得无助。如果有执着、执取，一定会产生极大的痛苦。我们会产生另外一种执着。 对我的执着会转变成对我所有的执着，诸如对我的观点、我的哲学、我的教义、我的信仰、我的宗教、我的传统等等的执着。我们对自己的观点有强烈的执着，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戴上了有色眼镜在看东西，并且对自己这副有色眼镜产生了强烈的执着。 如果我戴上的眼镜是红色的，那么看到了每一种东西都变成红的、红的、红的，都只是红色的。如果有人戴上绿色的眼镜，那么他所看到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绿的、绿的、绿的，都只有绿色而已。我们和其他人不断的争辩，无法说服他所有的东西都是红色的，他也无法让我相信。 任何东西都是绿色的，我们不停地争辩，即使争破了头，也无法达成共识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执着，我们都执着自己所看到的颜色，我们并不想认真观察到底是什么颜色，这种强烈的执着带来极大的痛苦。还有很多人执着于各式各样的仪式、仪轨和典礼等等。 我在东方国家看过很多人非常执着于每天的日课、每天的仪轨。他们来参加十日课程时都会说：“为什么不让我做这些仪式仪轨呢？”只要十五分钟，我就能够做完我的日课，然后再来参加内观。当我们回答不可以，他们就会变得焦躁不安。经过几天之后，当然他们开始了解不能做这些仪式的理由。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，由于执着，就会有许多的痛苦。佛陀越来越深入探究内心深处，究竟为什么会造成我们的痛苦？答案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。当一种你想要某件事物的贪爱升起了，你一心想拥有它、得到它，你对贪爱产生了极大的执取，接着贪爱就转变成执着。 只取了，或者是你不想要某件事物，想摆脱它，但是却没有办法做到，嗔恨会转变成贪求，贪求转变成执着执取，痛苦也就产生了。佛陀继续探究为什么会有贪求呢？他当时并没有阅读或是讨论经典，而是像科学家一样进行着实验。 去探究内心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一个很小的欲望产生了，你开始喜欢上它，很快的，它就转变成贪爱。一个想要摆脱某件事物的念头一产生，马上就会转变为嗔恨。哦 h 佛陀当时的语言称为 d a 当 a h a d a n a h 贪爱造成直取，从一个很小的欲望转变成贪爱，贪爱转变成为直取，甚至为什么还有这些微小的欲望呢？什么是造成的原因呢？佛陀亲身经验这一切的实相，所以对他而言道理非常的清楚。身上的感受造成贪爱。 当你经验到身体上的感受时，如果是愉悦的感受，你就开始喜欢它；当你经验到不愉悦的感受，很快你就会厌恶，想要摆脱掉它。想摆脱就是贪爱贪求，感受造成贪爱。Vedana，paccaya，danaha，paccaya，means，the，cause，是造成促成的意思，而，the，vedana，means，sensation。The 是感受的意思，感受会造成贪爱，而贪爱会转变成执取执着。为什么会有感受呢？感受的成因是什么呢？佛陀在探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他的结论是：接触造成感受。只要一有了接触，身上就一定会产生感受。 是什么和什么接触呢？这六个根门，眼睛和它的所缘，也就是某种形状、形象、颜色或是光线接触，眼睛和这些事物接触，就一定会产生感受。当声音和耳朵接触，就会产生感受。当一种气味和鼻子接触，就会产生感受。当一种味道和舌头接触时， 就一定会产生感受的。当某一种实体和身体接触，就会产生感受。对于一根，任何念头、任何情绪和心接触时，身上就一定会产生某种的感受。为什么会有接触呢？这一点很简单，也很清楚，是六根造成接触。 就是接触。是指六根，只要人有六根存在，每一个根门就一定会和它们相对的沉浸接触。世界上到处充满了沉浸，所以我们身上的六根和外在的六尘会实时,时接触。为什么会有六根呢？什么是六根的原因呢？ n a m e a i s the mental structure；r u p a i s the physical structure。Namam 名形就是身与心两者的和合,合作用，也称作明色。为什么身心形成的生命是这样开始的？这一点也非常清楚了。这是因为世运之流一直持续着。一旦这个生命结束， 这股世运之流又在某个地方升起，形成另一个生命。世运不断的生灭生灭，在死亡时它灭去了，然后在某个地方又再度升起，而形成另一个生命。然后这股世运之流又像从前一样生灭生灭。这就是世运造成名色或是身心之流。 为什么会有失运呢？什么是形成失运的原因呢？这一点也非常清楚了。这是因为行运造成失运，心理的意志行为造成下一差挪的失运升起的原因。你们会一再的听到“深刻的习性反应”这个字，这个字就是指心理的意志行为。 你一产生习性反应，在下一个刹那就升起的世运，在临终时一个非常深的习性反应，像用铁锤在岩石上凿磕痕一样，那么深的习性反应会浮现到新的表面，形成非常强大的推力，而让世运在别处升起。因此，世运之下不断的形成，是由于习性反应深刻的的作用。 为什么会有习性反应？生刻的这一点也变得非常清楚了。因为无名造成行运，啊、人会产生习性反应，是由于愚痴无名。什么愚痴无名呢？不是因为没有上过学或上过大学，不是因为没有看过什么经典，就叫做愚痴无名。 也不是因为从来没有听过开示而叫做无名，跟这些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这里所谓的愚痴无名，是指在经验的层面上的愚痴无名。这里是指一个人从来都不知道痛苦不断从内心深处升起，不知道全身上下都充满着感受，不知道他自己不断的在对愉悦的感受升起贪爱的习性反应，对。 不愉悦的感受升起厌恶的习性反应，在内心深处一直不断的在进行这种整个的过程，这就是痛苦增长的过程，不断的产生痛苦，增长痛苦，不断的产生痛苦，产生习性反应，增长习性反应，这一切都是由于愚痴无明。现在每一个环节都非常清楚。 种种互为因缘所形成的环链也十分的清楚了。首先是，无名产生了习性反应，习性反应升起色蕴，色运产生了名色或身心的新生命。 这个身心产生了六根的作用，由于六根而有了接触，接触产生了感受，感受产生了贪爱。 贪爱转变成执取，由于这种深刻的执着，产生出生的推动力。生命能够生生不息的流转，都是由于这种执取的力量的推动。每当生命即将结束时，这种推动力就现起了非常深的业力，我们称之为有业。 这种出生的推动力就会推动世运而形成一个新的生命，因此这种生命的推动会继续不断的进行着，它并不会随生命结束而停止，它会继续。由于这种生命的推动力，在你死后一个新的生命就会开始，你会再一次出生。

这生命充满了痛苦，这个道理变得非常清楚。任何人越深入探究内心，这整个过程就变得越来越清楚。人只要去除无名，在实际经验上去了解实相，就会越来越清楚。痛苦是如何产生，又是如何不断的累积，要如何去除痛苦，要如何脱离痛苦。 要如何打破这个因缘的环链？我们要从什么地方来破除这条环链？要从哪一个环扣来突破呢？生命是从身心的合合开始的，只要身心一形成，生命之流就开始了。那么要怎么办呢？应该自杀吗？自杀能解决问题吗？哦，不不，自杀绝对无法解决问题，我们绝对无法。 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，人自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？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极大的痛苦。每个人临终的信念会影响下一个生命的第一个信念，临终的最后信念如果充满了极大的痛苦，信念所促成的生命一定也充满了痛苦。因此，自杀只会让人更加的痛苦。 自杀不能解决问题，自杀不能解决痛苦。那么，身心存在时，生命现象存在时，要如何解决问题呢？从下一个环节，从六根来解决，如何呢？我们最好把六根给毁了，好吧？就算你把眼、耳、鼻、舌四根都毁了吧，剩下的身和心怎么办呢？如果要毁掉身心， 一样又是要自杀，如何能毁掉六根呢？如果不能毁掉六根，那么就毁掉外面所有的六尘，但是绝对不可能。你怎么可能毁掉所有的外在的六尘呢？只要有六根和六尘存在，一定会有接触产生。你是无法避免六根和六尘的接触，而只要有接触，一定会有感受产生。 你没有办法不升起感受，感受这个环节就是培养智慧的地方。我们可以用一把智慧的斧头，在感受这个环节，将生死的链条从这里砍断。只要人活着，身上就一定会有感受。外在的沉静不断的和六根中的这个或那个根门接触，每一刹那，心和物不断有接触，而且产生感受。 由于无名无知，我们利用感受升起了贪爱或嗔恨的习性反应。现在我们必须改变这整个过程。感受还是一定会升起的。我们利用感受培养智慧，了解实相，了解感受的特性。感受不是永恒的，它变化无常，升起又灭去。让我看看它能持续多久。是的。 它不断的在升起、灭去，升起、灭去。不管是多么愉悦的感受，都一定会灭去的。无论这个感受有多么的愉悦，都一定会灭去的。因此，没有必要升起习性反应。为什么要对一件本来就生灭无常的事物升起习性反应呢？那是毫无意义的、不必要的。道理越来越清楚了。 如果人能够体验到感受，并且不对感受升起习性反应，这整个累积痛苦的过程就会完全的改变，解脱过程就会开始。佛陀发现到感受是两条分叉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，他说，其中一条路是痛苦，这条路充满了痛苦。 你制造痛苦，不断的在制造痛苦，因为你不断对每一个感受升起习性反应，无时无刻都在升起习性反应，因此这是一个增长痛苦的过程。你不断的在增长痛苦，然而在这个连接点，在身体感受这一点，却可以带你通往解脱的道路。 因为现在你不再对感受升起习性反应，所有的痛苦将会消除。你只是理解，阿尼觉，阿 o r 哦，无常无常，这也是你现在已经在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要觉知感受。当你觉知感受时，你不起反应，对感受应该升起智慧。 身上的每一个感受都应该升起智慧，不应该对身上的感受升起贪爱或是憎恨的习性反应。深入感受的层面，不要对感受升起习性反应，就是你已经选择的解脱之道。感受就是我们要打破这条生死链的环节。你会发现，因为不再有无名，因此。 这整条环链得以破除。当无名整个去除，就会不再升起习性反应，行运就不会再产生了。接着是行运不生，世运就不再升起。 是愿停止，就不会再有生灭的身心或是名色。Ha, 没有身心或名色，就不会有六根或六处；ha, 没有六根或六处，就不会有接触。 没有接触，就不会升起感受；没有感受，就不再升起贪爱；没有贪爱，就不会再升起执取；没有执取，就不会有出就不会有出生的推动力量。 没有出生的推动力，就不会再出生。所有那些出生带来的痛苦，也就跟着消失了。也许只是在知识上接受而已，这是没有帮助的。我们必须实际修炼才行。 必须深入到感受的层面，而且不要对感受升起习性反应。感受确实存在，但是你不对它起反应。如果只是理论上接受而已是没有用的。有的人也许还不相信前世和来生，这也无所谓，这并不重要，并不是要你先接受前世来生的观念，内观才能帮助你。但是。 我们都必须接受现在这一生，此时此刻。如果你不断的给自己制造痛苦，时时刻刻都在产生习性的反应，每一个习性反应对你而言就是一种痛苦。你不断产生习性反应，不断产生习性反应，这种习性反应已经累积这么深，就像用铁锤和凿子在岩石上凿磕痕一样，这么样的深刻。 痛苦变得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深。现在至少你已经开始脱离这些痛苦烦恼了，你已经开始脱离你现在的痛苦了。自然的法则就像这样：当你停止对经验到的感受产生新的习性反应时，旧的习性反应就会开始浮现到表面上来，那些你过去所累积的。 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习性反应就会开始浮现出来，它们是以感受呈现出来的。所以，当它们浮现的时候，你还是保持平等心，你不对这些感受起反应，那么这些习性反应就会失去原有的力量，变得越来越弱而消失。接着，另一个习性反应会再以感受来呈现，你同样保持平等心。 这样子就能够去除那些旧有的习性反应了。一旦你不再产生新的习性反应的时候，那些旧有的习性反应就会自动的、逐渐的被去除。只要你能够保持平等心，它们浮现到表面上就去除了。它们一浮现到表面上就去除了，这就是这句话所指的意思。 你会常常听到佛陀说过的这句话：“意思是说，每一个习性反应都是这样的无常，都不断的在生灭生灭。不断的生灭生灭，它的特性就是不断的生灭生灭。习性反应灭去了，然后又再度的升起。 他不断的在生灭，你也不断的增长自己的习性反应。但是，如果你对你身上的感受保持觉知，并且不对他们升起习性反应，那么就会，嗯、他们就会被去除了。他们不断的浮现到表面，也不断的被去除。而习性反应去除的越多， 你就越能够开始享受到解脱的安详。因为，你去除了越来越多的痛苦了。这就是佛陀他觉悟的整个过程。他在心的最深处发现了造成我们痛苦的真正原因，并且找到了去除这个痛苦的原因的方法。他完全觉悟之后。 所说出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多美妙，当然佛陀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的美妙，但是他的第一句话特别的美妙。佛陀觉悟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在这十天当中，你们每天都会听到，一天至少能够听到三次。 सन्दवि सङ्गयनिम्बिसङ् गकरकङ्गवे सन्तु दुःख जाति पुनः पुनः गकरक दिष्टोसि पुनगे अङ्गन कासि पासुक का भग गकुटङ्गवि सङ्गितङ्ग 首先是，阿尼个家的圣沙人。当时是夜晚，一个未晒月月圆的晚上，他坐在菩提树下，观察着内在的实相。当一个人深入内在，不断的净化自己的心，当然他的心力就会增强。 他就能够发展出宿命通，发展出回忆起过去生的能力。深夜的时刻，佛陀发展出这种能力，他开始看到他自己的过去生，而且不只是过去一世、过去的两世、过去的十辈子。像这样，他一直观察他过去生，观察过去无数的生命。然后他说：“安德尼的山人。” 在这个世界当中流转，我曾经出生过了无数次的生命，生生世世，一生接着一生，我已经出生过这么多次，已经出生了无数次之多了。n i means countless, not just one. 就是无数次的意思，不只是一次、两次，而是无数次的生命。 生达维生，每一次出生之后就不停的流转，不停的流转。比生，这个字的意思是不停的，无法停止的。每一个人出生之后就不停的流转，不停的迈向死亡。只要你一出生，你就开始迈向了你的死亡。你甚至无法多停留一秒钟，你无法告诉死亡说。 让我多停留一秒钟吧，死亡不会多等你一秒钟的。你必须不停的、不停的迈向死亡，到头来你什么也得不到，什么也带不走。然而，在过去的某些生命当中，他遇到一些深具智慧的修行人，他们告诉他：只要你能够亲自找到这位生命的创造者，这位伟大的创造者，你就能够脱离生死的轮回。 以及解脱所有的痛苦，因此，在许许多多的生命当中，他一直不停的在寻找这一位生命的创造者。这位创造者就是这是一个房子的建造者。建造什么样的房子呢？每一次当一个人死的时候，另一个房子早就已经准备好了。每一次。 只要一个人一死，另外一个房子就准备好了。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房子呢？为了寻找这一位房子的创造者，我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出生。 生命当中充满了痛苦，非常的痛苦。不管是出生在这一道或是那一道，每一种生命都是充满了痛苦。即使是出生在最高的梵天境界，衰老和死亡的痛苦也是存在着，并没有完全脱离所有的痛苦。哦，房子的建造者，现在我看到你了。 我找到你了。你无法再为我建造任何的房子了。一个人要如何来建造房子呢？一定要有建筑房子的材料才行，一定要有一些木材、钢筋、水泥或者是砂石才行。现在我将所有的东西毁掉了。 我摧毁了所有的建材，你已经无法再为我建造房子了。什么是建造房子的材料呢？我的心现在已经从所有的夜行当中。 解脱出来了，会造成再度出生的习性反应已经完全的根除了，并且将贪爱也完全的根除了，完全的不再有一丝一毫的贪爱存在，不再会产生新的习性反应了，所有旧有的习性反应都已经根除。 我现在不会再产生新的习性反应了，这是到达完全解脱的境界。只要能够努力的修行，任何人以及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这种境界。但是必须自己努力，必须靠自己用功才行。我们无法靠贪求或者是祈祷来达到这个境界。这并不是某种奇迹出现，然后我们就能够获得解脱。 我们必须靠自己用功才行。每一个人都必须靠自己用功。在这十天当中，你学会了一种教导你如何用功的方法。这种方法教导你如何进入到你日夜不停的升起习性反应的内心深处。在这个地方，你不断的升起贪嗔贪嗔的习性反应，除非你能够感觉到这些感受，否则。 你要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习性模式呢？在佛陀生前，佛陀当时和佛灭之后，都有许许多多的禅修方法。然而，佛陀所发现的，佛陀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发现：除非你能够到达习性反应及贪爱升起的内心深处，否则产生痛苦的整个过程就仍然存在。 你就无法脱离所有的痛苦烦恼，你所有的贪爱都是由于感受而升起的。你可以称这个方法为 vipassana 内观，或者是任何的名称，任何方法，只要能教导我们观察感受，而且对感受保持平等心，这种方法就是一种解脱的方法。一个人要非常幸运。 才能够接触到这样的禅修方法，并且必须非常有福报，才能得到正法而走在正法的道路上。当然，这是一条长远的路，不管这条路有多么的遥远，也许像一万英里那样的遥远，都必须从踏上第一步开始。现在，你已经开始踏上你的第一步了。 对于那些从来都没有踏上正确的道路上的人，我们无法预测他们能够达到最终的目标；而那些已经在正道上踏出第一步的人，就非常有可能会再踏出第二步、第三步，一步又一步，一步接着一步的，必定会达到最终的目标。要好好善用剩下的五天，学习如何走在这条正道上。 这条正道上走了多远，你就已经改变了多少的新的习性模式，就有多少的不净烦恼浮现到新的表面而被去除掉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头上戴着一百吨的包袱，现在已经去掉了一吨，这样很好，你只带九十九吨回家，比从前轻松了一顿。像这样，以后你会拿掉十吨、二十吨、五十吨。 九十顿等等的，谁又知道呢？尽量拿掉你的包袱，这样回家的时候就会觉得轻松得多。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内观法，学习将头上的包袱去掉，学习去除你的痛苦，而过更美好的生活，过着更安详、更和谐、更快乐的生活。要好好善用剩下的五天，愿大家。 都能够在这个美妙的修行方法上建立起稳固的基础，在法中建稳基础。为了你能更好，为了你的利益，为了你自己的解脱，从习性的反应束缚、锁链、枷锁当中解脱出来，而享有真正的安详、真正的和谐、真正的快乐。愿你们都能够获得真正的和谐、真正的安详、真正的快乐。